是第三天早上，然后今天去 Lawson 买早餐，我买了类似汉堡的冰拿铁，然后还有听说 Lawson 的炸鸡还蛮好吃的，这边可是它这个超贵的，一盒要70几块台币。然后等一下晚一点要去港川外国人街，还有美国村。我们现在要吃 Lawson 的炸鸡，那敷这个，而且有叉子哎，果然七十几块就是不一样。敷这个我自己去买就好了。啊，一起喝啊！我等你。嗯，好像不错，就是不干的炸鸡，但整体来说就是一般的肉。肉没有7块可以买一个便当，完了，越讲越不值得了。就买来吃吃看。嗨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港川外国人街，然后这边还蛮可爱的，就是有很多特别的房子，都长得很可爱。那我们现在要去附近走一走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OK, let's go.我们现在到美国村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吃寿司，可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很饿，所以要先去美国村里面逛一逛。我来冲绳最想要去的就是美国村跟刚刚那个港川外国人街，因为我有在网络上面查过，美国村里面的店感觉都很可爱，而且都很美式的感觉，最喜欢美式了。美金图案的项链，然后他买了两个男生的戒指，然后我买了一个女生的戒指，长这样子，方形的，还蛮特别。然后他的是这两个，我第一次看到男生戴那么多戒指，他把我手推开，骚包。我们刚刚开车环岛，然后我觉得这边超像基隆北海岸的，因为旁边就是海啊，你们看旁边就是海，然后就是跟基隆北海岸湾木山很像，可是还是很漂亮，旁边的海是太平洋。然后我们晚一点就要去饭店 check in， 然后那个饭店是比较好比较漂亮的饭，希望会很漂亮。哇！
这是爱心诶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超漂亮的，哇，好大哦，天哪，超大的。现在是晚上10:30，然后我们在人家最后要收餐的时候进来吃，只有10分钟可以点餐的时间，但是可以吃到12:00。起来，所以现在 check out 的时间有点赶，所以就是只能，就是也来不及做 room tour， 然后我现在要赶快走。我们刚 check out 完，然后呢就过来饭店旁边的海滩，因为 check out 之后还是可以不用那么快走，可以去来这一边晃一晃，然后呢那边的海水颜色还蛮漂亮的。之风还是好大。这个是我昨天买的耳环，还有项链，在美国村买的，超漂亮的，都是金色的。我们现在到花人峰的餐厅，然后这边好像是吃披萨的，但是还要等八组客人，所以我们先来附近晃一晃拍照。Baby